平台不只是让我们二十乡镇乐龄中心的长辈们他们把平常表现而且平常训练有素的这些舞蹈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节目通通在这里呈现来跟大家共襄盛举。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超过30对的这个祖孙不只是为他阿公阿嬷或是为爸爸妈妈来奉茶献花，甚至呢帮他们按摩，然后帮他们擦护手霜，让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的互动，以及对于阿公阿嬷的这个感谢感恩用这样的行动来表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格教育，那也符合云林现在推动礼义廉耻品格教育的一个精神。